好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小野哪吒级的刀叉，是这陈塘关中的一把，替我名号真人。他本身一世无双，太子为臣胆下，东海只看捉龙回廊。他何言一世悲伤，千元山妙尽风霜，烽火轮游飞乱雪江。他本是一世无双，太子为臣叹宁夏，东海只盼捉龙回廊。他何言一世悲伤，千元山妙尽风霜，烽火轮游飞乱雪江。我是公主。那你是哪一种公主？陈塘关李府三公主。头发有魔法吗？还自带反重力。手有魔法？不好意思，三双。动物会跟你说话？还是我相好。被绑架或被奴役？大人小孩见了我就打。被诅咒？还要被雷劈。